板桥退休师放弃18%，高呼5%一身轻。哎，这退休军工叫18%优惠存款这么爽，就算备受争议，大概也不会有人想放弃吧？没错，新北板桥的这名退休老师昨天就做到了。目前为教育基金会执行长的刘明星，8年前从任教30年的新埔国中退休，而他前17年的年资以优惠利率18%算，每个月就可以领9279元，但这些钱他不要了。他昨天到台银板桥分行注销18%的优惠存款，让行员充满错愕。真的吗？注销后就不能回复哦？当然是真的，你怀疑吗？不是怀疑，是好奇，因为从没遇到过。他说才花了15分钟就完成终身大事，从此5%一身轻。除了领回被打了2个洞的作废存簿，甚至还慎重签下本人放弃公教优惠存款18%之权利。刘明星他表示自己快60岁，只求心安。看到国家处境艰难，年轻人薪水低，军公教竟还上街头争利益，实在无法认同。他也说下一步就是将领了8年的优存办好捐款和证明公诸于世。18%争议是历史与制度的问题，不能全怪军公教。放弃18%只是我个人的选择，只是希望加速年金改革的速度，并不希望其他人也跟进。文化中心新北报道。